YouTuber 9妹先前因涉嫌持有大麻遭到警方逮捕，侦讯后无保请回，消息引发热议后，9妹拍摄影片道歉，却意外收获流量密码，还靠着双关与自嘲成为热门话题。近日她拍摄新一集火锅对决影片，邀请网红 Lucy 上节目，期间 Lucy 完全无视9妹先前的争议，并直接呛她怎么还笑得出来，吃火锅时还叫9妹不要再呼了，会有麻辣锅吃吗？让9妹招架不住，频频露出苦笑。我靠！不要呼！人家今年18岁，太烂了。那我上次给你拍片，肯定未成年了。对啊，那你小时多一个罪状。不少网友上纷表示 ，Lucy 真的有够呛，本来还想嘴点什么，但 Lucy 都嘴完了。9妹在通告结束后，有没有偷偷走心啊？真的是超拍耶！